你的合同，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它。啊，这个合同之前我就看过了，没问题。嗯嗯，我有过修改，仔细看看。魏总，这之前不是说年薪15万吗？这咋变成20万了？你来我高兴啊，我不能亏待你啊。 年薪是20万，这个企业效益好的话，咱还有奖金。这么高的待遇，我怕我干不好啊。你的水平我了解，别太谦虚了，签了吧。哎哎，魏总，这啥意思？这个车你开。 鸟枪换炮了，杨柳，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？这话有毛病吗？对我误解太深了。我早就知道你会做这样的选择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这也算误解啊？我这种选择有错误吗？人各有志，你怎么选都没有错。徐老板还挺忙的吧？快忙大事儿吧。